各位旅客您好。我也不是刻意要去伤害那些女生，但冷漠的心好像感受不到其他体温。好吧，算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原谅我的愚笨。大家好，我是莫仔。嗨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栗子 Lizzy。你以前是那个隔壁校的美术班，那为什么后来会走上音乐之路啊？因为我觉得音乐比美术更可以直接的传达讯息。哦，对，就是音乐传播出去之后，大家都可以跟着唱。可是美术可能就是我以前画画的嘛，就是一幅画摆在那边而已。就音乐的可以，音乐可以更直接的跟人群互动。那我想要就是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想要听你的这个热门歌曲《未接来电》。哇，哎呦，这首歌，这首歌，哎呦，拿给你啊，破千万，不要，哇，千万，破千万，破千万是非常非常，千万一定要听，千万，敬请期待，播掉。那就为大家带来这首《未接来电》。耶，要未接来电。不接你电话，因为接了今天晚上会先进去了。你现在待在哪里？该不会也同样在我淋雨？门里里有，钟里没有，孤独的人抱着棉被在家。门里里有，钟里没有，说不想念的泪水脏嘴巴。哎，我不敢接起你电话，哎，怕内心语变大，说不为儿女私情哭，只敢内心里面哈。I tell myself wake up， 从头爬起来，花在雨只为注意相似的女孩，眼快睁开，就是那特特特在。我也不是刻意要去伤害那些女生，但冷漠的心好像感受不到其他体温。好吧，算了，错了，错了，原谅我的愚笨。我们在棉被里，哎，我重新开机，喂，简讯传送问候，刷新关机，被情当作伴奏，开机，简讯传送问候，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。早已疏远的你，为何却又轻易丢来电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你为何却又轻易丢来电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原本在睡个觉，但是什么把我敲醒啊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，现在也睡不着了，想起曾经把你抱紧啊？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杰克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炫彩有吗？除了创作音乐，我们宰羊好像也是蛮会模仿一些，对，生活上面的，真假的？没有没有，那歌曲里面就手机震动，手机震动，没有，那就好好玩而已啦。说到模仿，应该没有比立冬哥强。哎呦，好潮，好厉害！好潮，好。模仿什么？我会模仿那个台铁在北车大厅喊那个广播的声音。好，广播的声音。各位旅客您好。搭乘38384388列车的旅客即将要开了。38384388南下列车即将要出发了。差不多就这样。有人捏他鼻子吗？跟想象的不一样，因为我花莲人啊，就常、哦、就常我来往这样子，然后常就听到这个声音。哎、欸，你这个不能在火车常常模仿。对啊，你想大人拿行李就是。对对对。可是是什么契机，什么原因会想要就是模仿这么生活化的东西？因为我以前看过一本书，然后他就在讲说。人类语言的发明就是从模仿开始。我们班有黄立行的，黄立行。Oh my god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 黄立行。你有黄立神？黄立神，我 watch Jeff， 我好像不太像。你要去？方顺吉，方顺吉，方顺吉，方顺吉照本人是吧？哎呀，同学，哎、啊，为什么你常常会就是拒绝粉丝跟你拍照？哎呦，哎呦，
哇，就问啊，可是重点是红包吗？还是我希望我的歌比我的人还要红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还在慢慢调适这个心态，这样子。现在应该就是歌跟人都红。对，现在有比较习惯一点，但是以前的时候比较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你怎么拒绝？对啊，怎么拒绝？比如说，好棒，你去找他。那个，哇，你好 Q 你好，请问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喂哦，什么事？哦，没认错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不认被道具，没有被道具，居然不知道，直接伪装。有时候就是，对，有时候可能帽子拉起来，哦，比较害羞一点。但现在戴口罩就比较还，对啊，比较不会有。现在疫情期间，没有，你们脸小啊，有些人脸很大，戴口罩照样被认出来。这个同学是有问题。我想问宰羊有没有就是拒绝了粉丝，然后他很生气的经验，或者是一些比较 crazy 的故事？就是有一次被拒绝，然后他就跟踪我一段路。跟我，你跟到花莲？对，男的女的？跟女生？没有吧？女生哦，没有跟到花莲。哦，我想说他还要是买车票，对啊，跟到花莲报警了吧？然后我就在他旁边，各位旅客您好。对，下次就是调虎离山这样。见到太阳会做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台湾。下面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栗子同学。栗子，好。栗子。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栗子同学。栗子，好。栗子。我首先请问，就是呢，因为你现在就是变成话题人物嘛，那这样子的一个转变，会不会让你说压力很大或不适应？压力还好，不适应有，因为我以前像我唱风云榜嘛，我会觉得那个感受很奇怪，因为我小时候是八九有坐过两次牢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上一个画面是在牢笼里，下一个画面就是面对大家，反差很大，所以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很不真实？不可思议，饶舌跟嘻哈的创作真的是很用心，就是但那个也不是说真的突然间爆红，因为之前我其实就一直都有关注他们，像大家会问我说台语这个事情，就有的人会那个。台语魔人会来抓说你用美赛，你这样不够文言文，不够正派，我会觉得你现实中你也会这样讲话吗？就像我们使用国语也不会文言文讲话嘛，对啊。那像栗子他们就是又把自然语玩出一个新的方式，就应该是大运教来教过去，语助词之类的，对。他们我觉得他们歌词写的蛮写实的，这样子栗子也要来处理一首。给各位同学感受一下。好，我今天要唱的歌不是我团体的歌，我要唱的歌是跟墨仔毛一起唱的。墨仔毛上来。台铁上班哦。有这首歌是我跟他还有金耀王还有一个叫 Gambler 的一首歌。Gambler 叫国王。国王。可以。这首是我们合唱的歌。Lead。到底我是谁？我该自嗨我自嘲，台上的风光瞬间就不见了。矫情我自卑，要往哪退往哪逃？以我的智商，有可能不够。担心害怕过往在哪，找也找不到他救救我。山里的风啊，无情拍打，而我空有一座王宫。独步马累，稳定不傲明媚。下面写内，凭靠借靠表演换来的配，头很大，人设 setting， 看着流量得了病，那些屁股全都 get it， 心里不干净，变成了瓶子后的生活，每天都过得开心，连打喷嚏女孩都会靠近，上来唱黑的都该怕，偷懒怕，记得蹭我的蜜，像国王的心意，帮我拍马屁，把裤子穿得低，帮我吹上 DP， 谁？我该自嗨我自嘲，台上的风光瞬间就不见了，敲进我自卑，要往哪吹？以我的智商有可能不够，担心害怕过往在哪，找也找不到他救救我。山里风啊，无情拍打，而我空有一座王宫。谢谢大家。
交给你 ，OK， 莫仔猫下去吧。我先撤退。我发现 Lizzy 也很会模仿啊，刚刚那个歌前面的意思，铃铃铃，嗯，不是吗？别马叫，这是哦，没有，那是我的 Alip 啊，这是 Alip， 对对对 ，Alip， 就是 Alip 是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个西亚音乐很常会有，就是以前最早大家习惯是右右，对对，满身啊 ，Check。啊 ，yeah， 哦 ，yeah， 哎，在干嘛？好搞笑，好简单，好简单。另外一个就是，我不是 no no， 因为后来就是每一个的 style， 饶舌歌手会找到一个自己喜欢自己的身标，哎，一个 trademark， 一个对对对，所以我的就是 lit， 对 lit， 对 ，I like that， 我喜欢 rhythm，rhythm，rhythm， 来九折呢，九折。哎，九折没有卷舌不能。有的，栗子，栗子，栗子。那我们谢谢我们栗子同学。OK。